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拆开超级飞侠的新玩具，我们把玩具拿出来吧。这里边有好多好多个超级飞侠，这是超级飞侠多多，我们可以让多多变形哦。好了，多多变形完成了，多多变成了一辆飞机，我们再让它变形回去吧。这是超级飞侠乐迪，乐迪也可以变形哦，我们让它变形吧。好了，乐迪变形完成了，乐迪也变成了一辆飞机，我们让它变形回去吧。这是超级飞侠小爱，我们让小爱也变形吧。好了，小爱变成了一辆直升飞机，飞机上边还有一个螺旋桨，我们再让小爱变形回去吧。这是超级飞侠酷飞，我们让酷飞开始变形吧。好了，酷飞变形完成了，酷飞变成了一辆战斗飞机，我们再让它变形回去吧。这是超级飞侠卡文，我们让卡文也变形吧。好了，卡文变形完成了，卡文前边还有一个螺旋桨，我们再让卡文变形回去吧。